你的乐队。我是不在，我就帮你了。
对。好，首先我们欢迎云上音乐团为我们再度为我们带来《甜蜜蜜》以及《生日快乐礼赞》歌曲。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欢迎云上音乐团为我们带来优美的歌曲，谢谢。
成就。我是环球科技大学艺术中心主任黄明正，在此为各位来做简单的介绍。今天与会贵宾非常非常多哈，我们大概从今天开始，我们来介绍一下啊，那能够欢迎各位大家莅临那个环球艺术馆。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与会贵宾哈，等一下我们的陈碧君处长随时会到哈，那我们欢迎云林县文化观光处蔡怡玲秘书。云林县文化观光处代理科长洪少涵科长，欢迎您。以及现场的嘉义市教师书画协会理事长林之颖理事长，欢迎您。还有我们的沈荣怀沈老师，欢迎您。还有我们云林县书画协会刘真荣理事长，欢迎您。还有云林县政府教育处特聘督课林秋彤老师，欢迎您。以及我们云林县张立善服务团队的秘书陈志阳陈先生，陈秘书，欢迎。那另外介绍我们今天的协办单位，也是我们这一次作品延展非常感谢的有力单位哈。那也能欢迎云林县美术协会黄新碧理事长，欢迎您。还有台北西书画协会朱淑梅理事长，欢迎您。以及我们新溪新碧文学会廖耀新理事长，欢迎您。还有云林县油画协会黄培尊理事长，欢迎。以及我们云林县屏风艺术学会许阿巧理事长，欢迎。那我们云林县书法协会郑宪凡理事长，欢迎。以及我们云林县艺文学会沈明华理事长，欢迎。以及我们云林县写生研究会冯志佳理事长，欢迎。所上名的是我们这一次的协办单位。那另外我在这边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与会贵宾，环球科大创办人许文志博士，以及我们林树珍荣誉董事长，欢迎您。还有环球科大大家长沈建华校长，谢谢校长。那在座可能还有几位贵宾哈，没有介绍到的，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哈。还有我们的董事长，抱歉啊，我们环球科大董事长哈，许淑明董事长，不好意思，谢谢，欢迎你。以及我们的云林县荣誉书法协会荣誉理事长阮威俊老师，谢谢。我们云林县的书画老师哈，就是那个高慧芬老师，欢迎。还有我们的谢美赞老师，欢迎您。那还有我们更敬爱的陈真老师出去，还有他的夫人，感谢哈。那还有我们的那个云林县美术协会的荣誉理事长哈，邱垂志理事长，欢迎您。那在座的这位真的贵宾云集啊，非常多哈，那也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各位来畅饮哈，那请大家见谅。那因为这一次的参展总共有152位老师参展哈，那我们有把各位的那个大名芳名录嘞哈，在我们后面的那个展示墙那个地方来展示啊，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哈，那请各位见谅，如果说没有办法一一唱名的，请各位能够见谅哈。那本次我们还有相关的这个参加的老师，我们也有准备了所谓的
奖证书。好，颁发感谢状以及驻校证书，驻校艺术家证书哈。那在这场百达的那个百达艺术家特展活动当中，也非常感谢的是我们云林县各界152位艺术大师们的相挺哈，以及我们云林县各界相关团体的一个协助帮忙。再次感谢我们学校这边有准备了相关的感谢状，我们有请云林县美术协会房理事长能够。黄新碧理事长啊，能够为我们来做授奖。
理事长，还有云林县油画协会黄理事长，以及云林县屏风艺术协会徐理事长，跟云林县书法协会郑理事长，还有云林县艺文协会沈理事长，以及我们云林县写生研究会洪理事长，我们请各位理事长能够上台，我们接受我们的那个感谢状，感谢各位。那我们这个邀请我们的董事长啊，徐董事长来为我们做颁奖，谢谢。让我。那今天刚好满一年，那特别策划的这个百大艺
艺术家的这个策展，那我想这个是意义非凡。那这个时间呢，也是我们文官处这边云林县政府针对这个我们云林的艺术文化进行了这个艺术的一个艺术季。所以我们从我们这一个就是10月13号一直到11月底，都是我们这个云林的首届艺术季的活动。那我想这个3年多来，大家在云林也可以感受到云林的艺术文化有大家在撑着，那加上张县长以及我们创办人对于这个艺术这个文化的部分用各种方式来支持。那这几年来我们不只是在我们文官处所举办的这个活动，大家都非常非常踊跃的来参与，那甚至是像我们在环球科技大学还有我们在其他的县内其他的馆舍，每一次的艺文活动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理事长以及所有我们艺文协会的所有的这些先进们，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积极到现场来支持。那我想今天我们也看到名为百大艺术联展，但是已经超过了，今天有152位的这个艺术家可想而知明年可能千位了所以说看得出来百大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量，因为我知道是限制一个艺术家提供 一件他觉得最有代表性的这个作品。那就是我相信八大协会非常非常踊跃，所以呢超过了100件，是152件。那这样子这么充满着就是大家艺术家的一个就是酝酿出来的作品，我相信今天的这个策展除了非常有意义之外，也非常有看头，因为是集结152位艺术家的这个创作，那一人一件最具代表性，我想这也是一个蛮严格的所以呢在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这个部分，我们除了每年透过大家的这个就是来提案来做策展之外，未来也希望在艺术文化的部分有更多的机制，让更多艺术文化的这些爱好者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持续的创作，那甚至呢有更多不同的一个创作的合作方式。那我想这几年来除了我们县内的艺术这些就是协会每一个月每两个星期有不同的展出之外，我们也发现陆陆续续也吸引了非常多县外的这些艺术团队艺术家都来到了云林。所以我想就是这三年多来才会在云林的艺术的这个发展上面，因为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我想在全台湾的艺术文化领域上面应该是大家是已经都是有目共睹。所以呢为了我想不只是云林县政府文官处举办的这些活动，我们也希望文化艺术可以跟观光做结合本身我们看到今天老师很多创作大部分都取自于在生活当中的这些灵感还有就是我们在可能在云林在台湾每一个触觉者感受到了这一些自然景观那我想这个透过艺术的之窗来看到就是云林之美台湾之美，这是一个最有意义的。所以呢后续呢我想在整个艺术创作的部分，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县内的协会来共同研讨。那当然就是说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环球科技大学在我们创办人还有校长董事长的一个就是支持下成立了这个艺术的一个中心，那不断的除了文官处的这个展出之外，也在这边有不同的一个策展的方式呈现。那未来在现场的一个政策上面，也希望在文化建设部分我们积极的来争取这个美术馆这个部分也是长久以来在云林没有一个真正完整的美术馆让我们的艺术的这些作品可以透过更完整更正式这样的一个空间来展示。那我想我们在就是月初的时候也邀请了我们县内的艺文协会还有所有的就是艺文先进在我们湖尾的雍翠阁也共同进行这个云林县第一座美术馆的这个筹备的一个交流。那大家也提出了很多很多很棒的一些意见，我想这个部分呢张县长已经责成我们文官处在进行这个可行性的一个评估跟规划，那后续还需要仰赖就是大家的一个意见的提供，那我们就是云林县的第一座美术馆是在大家的期望下符合大家的
的需要，然后呢可以就是尽快的在就是现场任命的期间可以来完成。那这部分呢，我也是再次我跟我们董事长跟我们创办人做报告。那当然就是说叫陈立做美术馆，如同我们陈诚老师讲的，没那么容易。那当然现场也希望在他任内，未来如果继续连任，我们要加速与你的各个部分以前不足的部分。那当然在艺术文化非常多以前是真的没有做到的，那这部分我们也陆陆续续的在就是推进。所以呢，我想各个部分呢也需要有大家的一个认同跟支持，那提供我们更完整的这些意见，那我们可能在艺术文化各个部分包含这个就是文化建设部分就是在大家的参与下可以呢真的快速的来完成。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也很荣幸就是立于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那也预祝我们今天整个活动非常的顺利圆满，那也祝福我们就是与会的所有的嘉宾大家呢有一个美好的一天。谢谢，谢谢我们陈处长，谢谢处长真的是铁打的贵妇哈。那接下来我们邀请也是我们本校的铁打的贵妇，我们的董事长许淑敏董事长为我们讲几句话。
一年很快就到了。去年我们的创办人带着三位老师，把这个本来是一个比较陈旧的这个地下室，把它打造为环球艺术馆。那去年也有很多艺术界的朋友一起参与。我想2000年当这个校区刚刚启用的时候，庆祝大会教育部有派官员来，那他要离开的时候是我送他去搭车，在车上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政治人物从政的这么爱好教育。今天我要讲，我所谓的艺文界应该也没有看过一个从政的人这么爱好艺术，所以一路走来他心心念念就是要在云林要有一个艺术馆，能够替所有艺术家们创造一个平台。所以去年如果有参加的艺术家们大概应该还记得，我有牵着创办人的手说我愿意赞助20万的这个环球艺术馆的基金，然后办相关的活动。所以我也跟我们艺术中心黄主任也谈好了，今年152位的艺术家，甚至将来有更多开始新的作品，明年的上半年我们一样会举办这样的一个艺术展，给所有云林的艺术家一个好的平台。我想我们云林经常被人家说是一个穷的农业县，或是所有的艺术水平不如都市那么高，可是我相信这是错的。云林有非常好的优质的艺术家，只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平台让他们来展现，所以我以行动来支持所有云林的艺术家。那所以明年的上半场，期待所有艺术家把你们最好最好的作品从今天回去以后先找好一部，我们明年初的时候黄主任把这个档期确定了，然后就邀请所有党的所有艺术家们一起来参与。环球虽然整个在少子化下我们的经营是非常困难的，可是我要告诉所有移民的艺术家们，我们的脚步没有停下来，不管国家的政策再怎么样的不利于高等教育，我们一样往前走，我们不会因为前面的路非常的艰难而放下我们对教育的热忱与信心。所以期待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明年我们一样在这里见，谢谢大家。谢谢市长，谢谢。那这边安插一下活动哈，刚刚我们还有住校艺术家的证书哈没有颁发，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再邀请我们的校长来讲几句话哈。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邀请我们沈建华沈校长，那来颁发我们的今年111学年度住校艺术家聘书？我们今年111学年度住校艺术家有廖耀新老师、葛建宏老师、郑玉霞老师，还有沈林华老师。我们恭喜这4位老师能够担任我们今年111学年度的住校艺术家，感谢。第一位是我们沈建沈明华沈明华老师，沈明华老师。廖耀新老师，
11月11日在几分钟，就十一点十一分，对，想在11点11分的时候到那个，说我要跟你讲，说我来，没有机会，没有机会。我想这个地方的一个推动者是我们崇文，崇文创校31年来对于、这个。邀请我们学校相关课程，也要利用这个空间来授课。那当然，课程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尽量来使用这个地方。那有点感谢我们参展的100个说会的这个的一个朋友，谢谢你愿意把你这个作品，在我们创办人的一个帮助下来共享盛举。我想这活动，夜市活动我们一起办下去。我也看到提一些鼓励的事情，鼓励大学，也因为各位的相挺。我想更加强我们的一个决心跟信心，我也大家一定会继续走下去，为我们林荫县的乡亲，为华人区的教养贡献一份心力。那我们学校就说教育啊，共谈政治，但是我想要关心政治。张县长在就任4年来，社长对林荫县的建设啊不遗余力，那对华人各大的关注也非常这个用心。我们学校。也推出一个这个义演先演交代学会，如果各位可以的话，就拜托各位支持他。我想这是完全的一个这一个在政治上来讲的话，对社会的一个贡献。那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出席，也希望各位啊继续来支持华人科大，让华人科大走得更远更稳。谢谢大家，谢谢。现在的时间刚好是11点11分，谢谢，感谢我们的学校。那这次的艺术家特展真的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协办单位哈。那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协办单位的理事长能够为我们讲几句话。首先，我们欢迎云林县美术协会黄新碧理事长能够为我们讲几句话。谢谢理事长。谢谢理事长，谢谢。简短说。来，谢谢。我们吴文官处的陈处长，我们南九的创办人，我们许博士，还有我们这么多的贵宾啊，我不要一一的这个称呼，非常感谢。我们南球科大举办这个文化复兴啊，在百大艺术家的一个联展。这个文化复兴啊，这个名词啊，我既熟悉又陌生，因为好像很多年了，没有人在提文化复兴。文化复兴，可能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以前小时候经常有这个名词，最近很多年都没有听过啊。文化复兴啊，对我们这个华族子孙啊，也可以说是非常重要。我不知道现在。对这个文化复兴的看法，但是我非常认同，我非常认同我们，黄科大举办这个文化复兴，尤其啊，在我们黄科大的这个创办人许博士啊，这个全力推动之下，每一年都举办这个百大的这个艺术家的一个。有个联展啊，让我们云林县的艺术界能够蓬勃发展啊！我们在这里啊，特别感谢我们黄科大我们许博士这样子认真的在推动这个工作。我们这次啊，很荣幸啊，受邀来协办这次的这个展览。也非常的，这个我们也非常的认真的在处理在陪伴这些事，
本来是100个人，结果有150个，52位来参加，可见我们云林县的艺术人才呀、人才济济，这个我们的云林县长一定可以在发扬光大，我们李博士也有讲，要把我们云林县的艺术人才推广到日本，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事情，特别在这里啊，感谢我们南方科大对我们这个艺文界的这样子的一做大这么大的贡献，谢谢。谢谢我们理事长，谢谢。接下来我们再邀请我们的云林县浊水溪书画协会朱淑梅理事长，也为我们讲几句话。朱理事长也是真的对这一次的这个活动也非常非常的协力啊，帮忙啊，谢谢。主持人、许博士、还有处长、还有林老师、还有各位艺术界的长老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在这里很高兴，韩科大的艺术中心做主办，他一呼我们就反应，所以我们所有的协办单位非常的支持这次的活动，也在主办单位每个就是主任啊，各个像赖先生他们都非常的挺我们，在协助我们交件还有交作品这上面，我非常的感动。他也感谢许博士这么用心的，你一向就是为艺术劳心劳力的创办了这样的艺术中心，让我们艺术家把作品就是把这样的作品呈现在这个展场上，很明亮又舒适的空间。在这里我也是借用圣经的一句话来赞扬我们许博士，真的是荣神艺人，荣耀神立即我们每个艺术家每个人在这上面，我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祝福这次的展览圆满成功，也敬祝各位平安喜乐，手边手做的事尽都顺利，谢谢。谢谢我们朱理事长，谢谢。接下来我们再邀请我们的云林县金溪新艺文学会的廖耀信理事长，由我们讲话。谢谢，创办人处长以及我们所有的贵宾，以及来自我们云林县各地方艺文的理事长以及各位老师，大家早安，大家好。环球科技大学一直以我们云林县的各位艺文团体，就是一向都是有很好的沟通管道，互动也良好，所以这一次的百大艺术家的影展，在我们王主任跟我联系以后，9月底开始，我就呼吁我们清溪新文艺协会，尽量难得的机会，能够提供你们最优秀的作品，来参与这一次的盛会，共襄盛举。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参加的，真的有152位的精英，那这152位的精英呢，就代表我们环球科技大学跟我们的云林县的艺文学会真的互动非常的良好，好，就刚刚我们理事长讲的一样，一呼百应。那我们当然最感谢的就是我们环球科技大学能够提供这么优质的空间，让这位这么多的艺术家能够在今天这么好的日子欢聚在一堂，共同为我们自己努力创作的作品互相研讨、互相研究。当然也要感谢环球科技大学有这个机会为云林县的艺文界推波助澜，然后希望配合文官处的媒人的展览，让我们云林县的艺文界从一个很平缓变成一个不平缓，然后达到顶尖。好，那最后我这里要祝福最近要参选的各位民意代表都能够高票当选，各位今天来到现场的贵宾都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谢谢。
接下来我们再邀请我们的也是协办单位云林县屏风艺术学会许阿强理事长。我们的创办人，我们的处长，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嘉宾，大家早安。真的很开心，热闹滚滚。今天是我们环球的生日快乐，我们在这里祝福他生日快乐，笑语昌荣。在这里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环球这次的邀请。让我们屏风艺术协会能够在这次百大艺术家一起跟我们云林县所有的学会的精英老师，同时在这个优质的美丽的校园展出，我觉得非常的荣耀。同时呢，我觉得在这里欣赏到每一位精湛的作品。我觉得是真的非常心旷神怡。同时呢，也展现在我们灿烂多彩的云林之美。在这里我要祝福各位身体健康、平安、喜乐。谢谢。好，谢谢林副局长。接下来我们再邀请，也是我们协办单位云林县艺文学会沈明华理事长。
这是我们庆祝三十周年庆。首先我接任云林县立文协会理事长之后呢，我一直想说，文科大在云林县来讲，在推动在文化艺术各方面，可以说让我们可以说有目共睹，所以我们在举办我们的云林县的云林杯，就是从我第八届起，就直接就跟学校接触，就一一拜访我们总校长、董事长，还有我们的创办人。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很顺利在第八届这样，然后办起来。然后我们的校长是在场，他说。啊，那以后我们下届的话，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到我们的文科大来办。哦，但是我们整个也是乐观精神，你这次是没有一桩。也希望在这一次呢，我们在庆祝在三十周年庆的文科大呢，能够光耀三十周年，能够迈向一个光辉灿烂的一个学校。好，谢谢。谢谢我们的理事长。最后我们邀请也是我们的协办单位哈，云林县学生研究会洪志佳理事长。那这次洪理事长他有参选哈，龙潭理事长。好，我们也庆祝他的高票大选。谢谢洪理事长，谢谢。谢谢大家，创办人、陈处长，还有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各位理事长、各位艺文界的好朋友，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一个盛会、那我们要感谢环球科大、真的很不容易的哈，办这一场这个百大艺术家的这个联展的活动。那么这些作品、我们都知道、都是、每个 作家他们的这个很好一个很优秀的作品。那呈现出来之后，我们会发现，看了这些画作之后，心里的确有很多的那个受益良多，很多的感受，那美化了我们的心灵，而且很高兴，那环球科大提供这个场地，让大家有这个机会来这边展览。那我们当然更高兴的是说，我们在云林的天空有我们艺术家挥洒的一片土地。一片这个位置这样，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这个艺术啊，我们继续把它发扬下去。每个人大家一起努力，让我们云林的活力气息越来越大，能够让我们云林的艺术能够越来越发扬光大。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王理事长。接下来，我想我们也邀请现阶段秘书。好，那我们谢谢秘书哈。那我们还有另外的非常有力的赞助的一个单位哈，也就是我们的罗阳文教基金会何美惠何理事长。
艺体作品的部分呢，那何理事长也赞助了非常多的一个作品哈。那我们有请何理事长给我们讲情况，谢谢。创办人还有处长以及我们各位艺术家协会的理事长以及各位艺术家好朋友，大家早安。好，荣幸这一次在刘科长的邀请之下，我也参展了一件木雕作品。那为什么我会做这件事？因为去年收藏我们环科大很慎重的颁给了我一个住校艺术家的一个证书。那因为这样，让我从小一直深藏在心里面的一个梦，想要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梦，我觉得发挥了临门一脚的这个功能，所以呢，今天才有这个胆量，要把去年做的一个目标作品拿来跟大家一起联合展览。谢谢我们创办人。那再来的话，我想各位我们云林县的艺术家们，平常在耕耘这块云林的艺术文化的底蕴都非常高。那在我作为一个艺术行政的工作者的立场来讲，我一直都是觉得艺术是文化的最高级的表现。我们艺术家带领着我们大家，带领着我们的社会的民众，一起把云林的文化土地耕耘好，大家都有一个带头的作用。那这一点就是我不得不跟各位艺术家表达最高的敬意。那再来的话就是我真的大概一辈子就看到我们许创办人曾经位高云林县长的这个地位，一辈子以政治家的身份在社会这样子，还有创办的我们的环球科大。我看我们的许创办人，我上次听到我们这个董事长讲的，他一辈子就是想要办一个艺术馆，一个艺术中心，这是他的梦想。那去年看到这个环科大的艺术馆成立以后，我发现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凭良心讲，云林县的艺术馆、美术馆能够展览的空间并不多，最大的大概就是我们的文化局展览馆。那还好，今天听到处长讲了，我们可能即将有一个正式的美术馆会设立起来，这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跟期待。在这个之前呢，这个我们环科大的艺术馆，我觉得提供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平台。为什么？艺术其实是非常孤独的，是个人在家里练功的一个自我发挥到一个心灵的最高的境界的一个自我的表现。可是呢，平常在家苦苦练功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有个平台，像这样子152位艺术家的作品在这里都是观摩切磋，才有成长的机会。所以这样的情况底下，非常感佩我们环科大有这样的艺术馆在这里提供给大家，让大家都可以再更上一层楼。谢谢。那我今天就在这里，谢谢大家。那接下来我想说，我们就邀请我们的沈荣怀沈老师，来给老师，谢谢。那我们也请沈老师讲几句话，谢谢。各位前辈呢，我们这个创办人，我们提早，各位艺术家，大家早安，大家上午好。我今天从台北搭高铁下来。我第一次到环球科大，很久很久就经历环球科大，但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这坐计程车最快，但计程车到校园以后，我还不知道坐这么久的路，就到这个艺术中心。那我们刘真理事长的半路也载过来，感谢。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到这边环球科大，看到这么盛大的一个展览，就一年半。
一个美术馆，那所以他没有放弃这样的梦想，去年终于带领三个老师一起在不到一年时间成立了这个环球艺术馆。那除了固定的收藏之外，我们也有不定期的这个展览，所以这一次的艺术展刚好在艺术馆成立一周年的时候，那环球三十一周年校庆之际，我们邀请100位艺术界的人士来参加这样一个盛会，可是事实上来了152位的这个艺术家。我想云林虽然是一个农业县，可是它展现的文化艺术的能量是非常高的。我们这里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只是我们如果能够给他们一个更好的平台，让他们借由艺术的交流，大家能够互相切磋，然后互相交流，我想这对引领整个艺术的提升也是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要让我们整个不是知识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一个全人的教育，让我们都有一个免学的概念。所以这也是我们环球科技大学创办人在教育之余，他希望能够提高云林这个美术艺术这一块的一个能量。我想我们有这样的那我们请南明信团长哈带领你能够接受我们这次的感谢。好，感谢我们云上音乐团今天上午的演奏哈，总共有非常多首的这个歌曲哈，非常动听优美。谢谢我们云上音乐团几位老师的帮忙，谢谢。接下来我们再邀请我们的创办人许如自己博士为我们今天做一个简单的讲话，谢谢。感谢大家光临，我们的县政府文管处长啊，参加很多的活动，很少坐下来。他今天坐下来是要听我讲什么话，来转达给张县长。我事实上我知道，是因为这样他坐下来，要听我讲什么，要转达给张县长。那我就不再一一的称呼了哈，我报到几点了。这个心得，第一点就是说，假使没有各位艺术家，今天就没有这个馆。我要特别的感谢我内心上2-3年前有这个 idea， 经过2-3任的校长，到沈振华校长才帮忙我把它完成。那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有2位我内心永生感激的，就是我们的陈诚老师和高慧文老师。前期啊，我 idea 或者是一些意见的，都请教他们2位，给我很多的鼓励啊，给我认为说这件事情不是大学应该做的，也不是你应该做的。你以前要嫁给我们做这件事情，无人相信讲一个从事政治休困的人，你还讲唔休困，还讲你闭嘴有话就会讲。啊，所以因两个真感动，一定鼓励我。那后期呢，我找到了黄明正主任。他找到一个我很感动的邱垂志老师啊，这个会长来帮我
愿意来做，这个很好，要支持他去做。再来一个呢，是在司法上一直都非常敬佩我们的王维系老师，给我很多很多精神的动力。那我大陆的长官呢、啊，送给我一套写毛笔的东西啊，我一直不晓得要做什么，我更不会写毛笔。后来我才想到，我要送给我的管弦乐大师啊，啊，所以今天点点滴滴的哦，从事政治也好，做人做事也好，我觉得要饮水思源，不要现实啊。所以我建议王明正老师，一定要把这个名册建起来，然后150位的名字都悬挂在后面，让人家进来知道云林县有这么高的水准，152位的艺术家愿意来赞助，所以我的目标是100个。那我们的同仁啊，有的时候来关心我说啊，怎么会增加52个啊？他说这东西创办人我刚懂的啊。而且也是他主动会来帮忙，所以话饮水思源，我第一点要讲各个部分，就是讲，那无你的鼓励，今仔日都无这个惯性成立。所以未来呢，我的心中环球科技大厦大学啊，一年里面只有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毕业典礼把它办好。其他的不重要，第二件事情就是校庆把它办好，其他的不重要，第三四件事情就是艺术馆的生日把它办好。所以我创立这个学校的时候，好多人建议说用我的生日啊做我这个学校的校庆，我要感念我太太帮我培养这4个小孩子的辛苦啊，所以我就用太太的生日啊来做这个孝敬的纪念日。那么今天我们这个馆用11月12日，就是刚才我们王理事长讲的，没有人想说再强调文化，也不敢强调中华文化。我觉得中华文化不是在中国大陆了，台湾吗？没有水准了。中华文化的精粹是在台湾保存的最好啊，保存的最好，不是在大陆。大陆已经把我们中华文化，比如说书啊、象形文字，已经把我们毁掉了。所以，中华文化是在台湾，因为执政者敌视大陆，所以就不要讲中华文化。那我们艺术文化就是一体的。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给各位报告。第二点就是说，我们100个人的一个画展，那给各位报告，今天大概都没有人讲这件事情。现在统计的结果，今天不算，我们这一年来已经超过1000人来参观，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流下眼泪。本来这些过去的就过去了，不要讲了。我真的很讨厌再去讲政治。连战先生在做省政府主席，台湾省政府的美术馆要成立，要筹备。叫我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山上有人被砍掉很多那个阿里山的块木，把那些块木要卖给人家，把这个钱啊，省政府要收了。我给连战先生讲啊，这些不孝子啊，把块木你把它制成雕刻品。放在省立美术馆，那个时候连先生头脑清楚了，
才知道我有这种艺术的观念，叫我去帮他们忙。我帮了省立美术馆很多很多的事情，就不在这里谈了。包括我们系慈湖的蒋总统的这个景观上，一个很美很美的大石头，都是我在山上找来立在那里。那请一位世界新闻专科大学的创办人去写一篇戏文在那边啊。我讲这些故事，就说这些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我应该去做的。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些事情？就是人家瞧得起我，要我去做，我就不负众望，不要让他失望。那就是今天我听到了我们的才女，就是陈碧京这个文冠处长，我都一直称他才女。他这三四年来真的追文林县白有活的把它活起来。我不敢说文林县是没有气，不是，就是说原来的一个思维形态把它改变了。我本来从来没有去过西罗见过我们的和美会董事长，刚才起来讲话的，我是在新闻媒体看到了很多的东西，他用一种文化的力量把西罗这一个老街把它活化起来，用这种软体的建设民间的力量帮政府的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让西楼活化起来。我看到了一个西楼说有一个西班牙的餐厅，然后这个人是怎么样，我问西楼人他不知道，我就跑去吃，结果这个开店的人他的爸爸就是以前我县政府的老同事，到西边的啊去留学，带回来一个漂亮西班牙的姑娘。那么像这些东西，我觉得西楼有这种西班牙的文化，给我们罗阳基金会和每位董事长经常不断的来办这些活动。那我要给各位讲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假使未来当县长能够连任，他能够真的做一个美术馆，刚才他讲的话就对了，找我们这些专家学者去怎么规划啊，让云林把它活化起来，啊，把云林用艺术文化的力量啊把它活化起来。我在世界跑了三十几个国家，我们亲近的两个国家，我不敢给别人讲，我给太太讲。我说我这两个国家看到这两个国家的女人哦，马上我就觉得对哪一个国家讨厌，对哪一个国家我喜欢。喜欢和讨厌之间不是人的这个仇恨，就是他的气质。气质是怎么起来的啊？这个就是文化、美术、教育的方面，培养一个女人有气质。有气质不仅仅是女人的美啊，美不是说就有气质啊。所以这一点我要强调，我为什么要做这一些工作，难得有机会给各位报告。再来一点，就是说我们假使说这个艺术文化能够把它和刚才陈处长讲的将来把它艺术文化观光还有我们云林县的特产美食把它总合在一个馆里面，让全台湾省来看到了云林从它的美食一直到它的文化，走回去了第二次还要带人来看，这就是把云林县提升啊，把云林县提升。未来的美食馆应该是这样子。还有一点呢，我专门去看胡志强的美术馆，这个礼拜一我专门同一个人跑去嘉义看和美会那个黄美会的这个
美术馆。我不敢讲说吴志强做得很好，但是我的水准我觉得还不够。我不敢讲说黄美惠市长做得不好，我觉得他很辛苦，把一个三层楼的建筑物用他的怪物做他的特色，然后我觉得因为旧的建筑物啊，所以动线根本就是非常乱，啊，里面的作品大概不到我们今天的三分之一啊。但是我很敬佩说，在这样一个穷的地方，他能够努力去建一个美术馆，那其他的我就不再去讲。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陈碧金处长的确有国际的水准，所以我的女儿那个淑敏董事长说她是国际级的，很多事情会在台北做得很好，在云林县这个水准是不是也会发生效果不晓得。那我想假使它会发生效果，张县长一定会高调表现啊。谢谢。然后我再讲的就是说经过他会培养，大概一年来我为了说11月12号就是这个馆的生日，啊，为什么说今天提早一天？因为我们学校老师啊，礼拜五就全部要回家了，你请他来，他都不会来。你说校长花钱费啊，他不能信校长，所以是今天下头，每家主管的妈妈来过一看，是来咧讲旁听的，啊，甚至有咧看我引助来咧旁听。对这不注意啊，所以公家给奉给老板也不觉得，所以我很感谢很感谢王主任呢，为了这个馆这么辛苦。那我们那个戴学坤呢，他来报名我们几家馆，然后也会打工嘛，后来来我们今天想来改大那屌来火看那火哦，一个学政机会。把我最喜欢的一个工友啊，专门弄水电的，我说拜托你啊，我要请总务长拜托你来帮忙我，包括我的司机，我说你不用搞服务，你赶紧去拿老鬼到我哦。啊，我来感觉我来搞搞，我说你两天来，安尼你有较进步，你本来就唔捌啥物咧挂钱挂挂。啊！你气质好，变化嘞，你即摆较斯文啦。我讲的，讲的意思是要感谢这位啦，吼，确实是无名英雄啦，吼。啊，我是食饱面过倒来，啥物时间拢来，就非常的、非常的感谢大家。那最后的一件代志，甲各位报告就讲，日本的学者已经。预备会好啊！12月13日要来参观咱这个馆啊，所以我152个，我拢一个一个，我爱亲自来解释，我都做明白了啊。所以吼，王主任，你一个作家的作品，迄个作家的背景资料，你爱讲清楚好无？啊，我到时间向来有介绍，我唔知影吼。今天我很感謝，我是要特別請蘭文信老師這個樂隊喔，那樂隊你們看的，那是中學、小學的老師配對的，裡面是小學老師的校長，小學校長倪老師退休的，這樣剛剛在吹喇叭，這樣未來一定謝謝你們。这个就是移民的进步了，我讲这是文明的进步。所以我看到这些人，第一个我就先给他陈校长找啊，我们这位学校的老师了。所以文明观确实的是真好的观了哈。啊，是安尼，我特别搁请连沈大师来讲话，伊是大批人呢。啊，我来看咧，电脑伊拢会转。啊！我讲，伊知你遮早来就倒来，伊讲我台北坐高铁来。啊！我唔知要来，我叫我师傅去接啦吼。啊！伊安尼开车去停车，安尼来到遮，伊上早就来。
就这款的人，你讲伊要有啥物无嘛？伊无要创啥？伊就纯粹讲艺术就是伊的性命，哦，艺术就是我的生命。那我要贡献到我最后一刻，啊，这样的一个精神，我足感谢讲，像这款的大师哦，真正只要你来吼，我的力量精神就会破表。所以台湾人咧讲啊。我们的人在讲的是这样的问题，说你们来他不打了，你们怕赢了，我们土地就会贵的。我常常跟你说一句话，我是很注重那个细节的所在，所以我们那个在挂图的人给我时也在下班我走来看，他们会跟我说，参观人明天你有一个画家来看，啊，看了就教我安那看，安那看。迄个人在我的内心，就是我最大最大的恩人，哦，就是我敢鼓励、敢关心。现在我头先讲一句话给恁听，也许学校老师不希望听到这句话，但我这人我已经讲到思维了，就是讲你无水准，你请来，伊也无爱来，哦，啊，伊有迄个水准，请来。来了，你那敢是无感受就讲艺术文化对人生对你的人生有啥物好处？你就真简单有这款来好处，对你有进步。所以十二月三十，我150拢会把日本的教授做一个解释说明。啊，日本的看理由是讲，希望咱去日本展览啊。请我去看，啊！我就是决定明年四月坐啦，就要。
面前咱坐伫本殿啦。当然，这代志我会搁加遮个理事长吼，啊，特别我非常感谢对我的支持的高文老师、安陈真老师啦、黄维熙老师，大家来商量，咱什么款的作品会当去伫本殿啦？啊，什么作品会当来咱遮展啦？啊，这不是什么大代志啊，这是一种精神的作用吼。今日咱我会早起起来，来甲看听到飞机的声音，我着足刺激的。啊，都拢兄弟姊妹啊，咱着爱安尼开扬光大，吼。啊，所以唔通有战争，大家爱和平。台湾即领囝尔，好好生活，啊，咱来拼经济，大家经济好啊，好生活。啊，咱生活好了后，咱文化气质甲水准，吼、哦，同时。客厅我一张图，比咱的关 SO 也搁较好嘞，吼、哦。好啊，最后就到这个空间感想啦，是感谢恁今仔来吼。啊，最后我要讲一句话是讲吼，我确实做代志足辛苦的，因为比方讲今仔日的迄个做，等一下的跑会哦，自助餐啊，我直接讲。一定你非甲用西的一间卖两个卖，啊，我唔知西的一定是啥物。啊，阮下头若咧办自助餐，根本就袂食食，乌白叫，凊彩叫，哎，就欢喜迄个人，伊答应个人，叫来排食个人就叫。啊，是因为安尼西的即个人，才发觉哦，啊，即个是馆长指定个，啊，馆长。应该会包括，我嘛包括，伊嘛包括。啊，我认为讲，那是西的名牌，啊，都会较好食。啊，你是爱人叫较好食的人食，啊，要叫伊凊彩乌白叫，啊，我是足足气的就对啦，真正是足无欢喜的啦，啊。所以，黄老师，你对我是这两天足艰苦啦。你若老师伫我身边，会当忍耐如故吼，我想对你将来如有成功。谢谢谢谢。我们谢谢创办人的勉励哈。那所以领导哎，大家有空哦，好，那中午的时候一起用餐。那感谢创办人，最后我们是大合照哈。那是不是也有请各位老师、各位我们贵宾哈，能够就坐就好，好，很集中啊，就坐一点哈。
生日快乐，以及感谢一切各界艺术家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顺心愉快。秉承好文大合唱。最后一张，再一次，好，来，环球正赞，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有福了。那我们请各位艺术家以及各位贵宾哈，能够到我们楼上一楼，也准备丰盛美味的餐点哈。那希望大家等一下夹菜时候能够戴好口罩，也感谢各位贵宾的莅临，希望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你欢喜吧，你别啦。就这样，就这样，丽丽，帮我再当。等一下。现在六点就按下去就拍了。没关系，没关系，我的录影就可以了。嗯。
Thank you.
你们提起不是叫加加。谢谢来，部长，部长，好，谢谢我们创办人。
然后大家都一起在一起，然后今天在创办人我们这个教场，环球科技大学这个策划下，难得又可以在年底的时候又聚餐，这个部分我想借用大家的掌声，再给我们创办人鼓励一下。谢谢大家啊，这么努力，然后为云岭的艺文活动还有艺文的部分，然后一起在打拼。那当然最后还是希望11月26号，大家呢继续把我们想要让云岭艺文更好的力量，在那一天好好的做出一个好的决定。谢谢，感谢。啊，我来。